哎呀，那看到了行，月活的债务的财务有可能出现翻船的情况，而这样的情况在上午就出现了64次，所以说这也给救援带来了些难度，而现在那些尝试还在持续。我们在这边也看到有电力部门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应急的照明设备。